女主角等下会被蜻蜓撞到。其实是他家的狗绑架了他的猫。真的，你这样厉害，不然我请你去喝咖啡啦。走。Yes。哎，开门！外面下雨啊，开门啊！不然我请你吃白咖喱面要不要？白咖喱面。不然我请你吃 special 的日本风味的白咖喱面要不要？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做日本风情白咖喱面。好啊，你刚刚说到很 special 嘞。对，你看看到这样的材料，你就知道很 special。是看起来很专业，可是不知道你煮出来会是，你懂的。可以放油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会太多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可以了。这样，你说你很厉害，打蛋。OK， 我打。哦，是打得很美。哎，有一点点弄的味道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滚，关。OK， 我帮你放旁边，可以吗 ？OK， 先放旁边。我觉得它很没有熟啊。半生熟是这样的吗？就是不太有熟。我觉得它三分熟吧，可是它要弄了。我现在要炒我这些料，我要先炒这些料，差点忘记了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又是要倒油。还是你用手吧，等下喷上来，我帮你。哇，医生是做这个的，哇，很大只的虾，我有嗅到虾真正的虾的味道，因为我本人很爱吃虾。这是我把这些材料还有烟呢炒在一起，是不是还蛮美的？这样下一步我们就要来煮面了，在管理冰城白咖喱面，对，听说还拿过第一世界排名。它里面是有三包调味料的，你嗅到了没有？有，我嗅到了。你们嗅到了没有？不要紧，你们看到它颜色很美了没有？我现在再把这些刚才炒好的料都加进去，全部下去。OK， 有一个洞的蛋，一个洞在中间的蛋。不要紧，走样了一点点。很美的蛋还是很丑的蛋，只要它可以吃，它就是一个好蛋。只要你做生的、熟的，我都吃。生的、熟的你都吃？认真的吗？我们的日本风情白咖喱面就这样完成啦！我要吃。我吃到我都说不出话了。我现在很有成就感。所以我觉得这碗它已经是真的是非常好了。 A